本来我们兄弟也很多，所以有很多人都想说，这个已经放在都更的范围内，所以很多人都想说把它拆掉，变成一个公寓。大家要想一想，这个已经是我们的基基础啊，所以我就劝大家啊，看是不是可以怎么保留下来，就申请这个台北市这个古迹啊。我们是希望以后把这个古迹做成一个万华区的一个景点。因为我年纪也大了，我是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够把它这个赶快整理好，啊，我可以看得到。